我们祖籍是河北大名啊，现在是属于邯郸，我母亲是山东啊，所以我们就讲起来就是北方家庭。哎，北方家庭呢，我们都是家里面具有那个北方家庭的这个风格啊，这个爸妈呢是就是天就是地啊，那我们啊兄长的那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哥哥啊，所以在家里面都很听话，一个可以管一个啊，老大可以管全部，老二又可以管我们，老三又可以管下面，我们家就是这样子。当弟妹的对哥哥都要很尊敬，他如果说晓得他在家庭生活，他一开口就是家乡话的，就是我们讲的河北话，就是山东话。你碰到我，到时候他从海外回来啊，很久没跟我父亲见面了，就开玩笑，老祥儿怎么样啊，我不在你有没有想我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讲，就是家乡话。